天气非常好，来给瑞哥月姐整点加州的土特产吧。商场就有棕榈树，椰子应该是椰子。特斯拉也是加州的土特产，但是这咱买不起，换一个。到了到了，加州的土特产，刚在网上下单了，现在可以直接来 pick up。感觉加州这边的苹果商店都挺大的，面积东西也多。然后就来到这里等待瑞哥月姐的电脑来。洛杉矶的商场有很多都是这种露天的，天气好的时候在这里逛街都很舒服。上一次来看电影的时候设备出了点问题，所以送了一张免费的电影票，今天来把它用掉。这个设备叫 Closed Caption Device， 是一个手持的字幕，它本意是设计给一些视听不太方便的群众看电影，因为美国这边电影都是配字幕，但是因为我看电影为了方便一点，所以我一般会要一个这个插在桌子里面。再来买点电影饭、爆米花、可乐。点了一份这个商场里的无麻套餐。这家店我真的非常喜欢，就是我觉得在美国吃过的最好吃的中餐，就是这种快餐之一。还配了一瓶巴士之说的奶茶。吃饭今天点了一个今日特价的鸡肉和虾肉双拼，是9.9，加了一份额外的牛肉，3.9。饭大概可以吃两顿。锅看到蔬菜都是牛肉、虾和鸡肉，都是铁板煎出来的，很香。任务完成，回家啦。这个商场是挺漂亮的，还是挺喜欢这个地方。